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这一期的平和讲坛，我是来自高二一班的钱英。今天我给大家讲的呢是宗教在人类早期对人类发展的影响。最近看了一本书，是已故的国学大师也是佛学大师南怀瑾所著的。南怀瑾呢在书中是这么描述的，就是西方的历史的发展其实是有规律，什么规律呢？是从宗教到哲学再到科学，这个其实大家可以思考一下，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产生一开始是有宗教，所谓宗教就是一个人高高在上，在躲在帷幕后面，在那边指挥着人们做事。那么后面人们开始学会思考，说这个帷幕后面到底是什么呢？就对那个高高在上的人说，你把这帷幕拉出来给我们看看，说这幕后面到底藏了些什么。结果一拉出来好像越拉的越长，就感觉好像这个就越不明显，这问题也就越来越复杂了。于是大家就开始探讨一些所谓为什么所谓一些哲学问题。那么西方的早期哲学就这样产生了。在之后呢，有些人不仅开始探讨为什么他们探讨说这东西到底是什么，到底怎么样。所以西方的早期科学也就这样产生了。所以从宗教到哲学再到科学这个演变在西方历史是很重要的。那么我今天讲的呢就是宗教在人类早期，也就是人类最早的比如说埃及人比如说犹太人再比如说我们中国人，在早期对于人类社会的影响。那我举个例子吧，大家应该知道圣经里面有一个很著名的故事，是出埃及记，给大家 简单介绍一下。就是以前有一个王子，他是埃及的王子，他叫摩西。当时先介绍一下背景，当时的埃及正在奴役犹太人，当时就是犹太人一开始经受了埃及人的侵略，结果他们打败了，于是所有的子民全都被犹太人给掠夺了过去，变成了他们的奴隶。变成奴隶之后埃及人当然他们叫他们做什么呢肯定是修建皇宫，修建一些祭坛之类的。修建这些祭坛也是为了祭拜他们的神。他们的神呢跟犹太人的神不一样。犹太人的神大家知道就是上帝。而埃及人的神呢就是他们的法老。他们的法老其实就相当于国王这样。在当时摩西作为一个王子不久之后他就面临了就是所谓太子之争。他开始跟他的哥哥争夺王位。但是争夺王位到后面他发现其实他是事情有一个真相。什么真相呢？就是实际上他呢不是埃及人他是犹太人。他呢是当时埃及人在侵略犹太人的过程中发现犹太人的人实在太多必须要杀。那么年轻的人他们要修宫殿杀不得。老人杀了也没什么用，那杀谁呢？就是杀那些婴儿。犹太人就是摩西就作为其中一个犹太人在被杀之前被埃及的皇室给解救。那么发展到现在，犹太人摩西呢肯定自己不知道这些事情。他就是作为一个，他觉得自己是埃及王子嘛，但实际上是一个犹太的一个只是有一个犹太人而已。那么他知道这个事情真相之后呢觉得而且大家都知道了嘛，大家都知道他其实是一个应该是一个奴隶而不应该是一个王子。那么摩西知道事情真相之后呢觉得自己可能在皇宫也混不下去了，于是就选择了出逃。他逃到外面的荒郊野外去，结果度过了在那边度过了数十年。本来以为人生就这样过去了，结果没想到在一个晚上上帝过来找他了，当然是犹太人的上帝啊。上帝过来找他跟他说什么呢？说你呢作为一个犹太人，你看到你自己的子民正在遭受磨难，你呢要告诉他们说其实上帝并没有放弃他们，就是说他们被侵略，尽管被掠夺，但
但是只要他们能够相信上帝，上帝能够解救他们。你呢，摩西，你就作为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作为我神所给予神谕的一个使者，帮助神完成我要做的事情，那就是什么呢，就解救犹太人。然后摩西就接受了神谕之后呢，当然摩西很相信上帝，他因为他亲身经历了嘛，他亲身体验了跟神怎样对话，他很相信上帝。于是他就回到了埃及，回到了那个就是犹太人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那个埃及。在那里啊，他找到了他以前的那些就是跟他同时代出生的那些人。有的人呢是被杀了，但是有的人呢没有被杀。为什么？因为埃及人要奴役犹太人嘛，他们不可能把那些婴儿全杀光，对不对？全杀光了，他们就没有奴隶了。那些被保留下来的人呢，继续作为奴隶，而一些比摩西还要大的人啊，就自然而然成为了犹太人之中比较有威望，比较有资历的一些人。但是当时那些奴隶啊，发生了一个转变。什么转变？他们本身信的是犹太人的上帝，但是他们现在不一样了，他们被埃及人给奴役了被奴役之后呢，必然就会被洗脑，也被洗脑之后，他们就变成了他们的上帝，他们的主神就变成了谁自然而然变成了埃及人的上帝，也就是说法老。他们开始信法老，这个时候摩西受到了第一个挑战，就是说我要怎样才能让他们相信呢？怎样让他们相信我呢？相信上帝并没有放弃他们，相信说上帝要解救他们。于是摩西就对大家说这样，大家明天跟我来，说我给大家看一个很神奇的东西。然后大家很好奇嘛，第二天就跟着他过去了。去了哪儿？去了叫一个就是一个王当时的埃及国王洗澡的地方。那么当时埃及国王就是当初跟摩西争夺王位的那个王子，他顺理成章当了国王，而且还生了一个太子，生了一个小王子。他呢还是蛮喜欢享乐的，他经常跑到一个湖里去洗澡，在那里洗得很开心。摩西看到他在那洗澡，看着看着就说，你看好啊，马上就有奇迹发生了。他就对着他哥哥说，摩西有个哥哥，他的哥哥呢是从小到大都是一直当奴隶的，是亲哥哥。他对着他的亲哥哥说这样，摩西手中有个权杖，他就把权杖放在哥哥手中，对哥哥说这样，哥哥，你去把这权杖放到水里，看会发生什么。这个哥哥作为摩西的亲生哥哥，他肯定是很相信摩西的。摩西相信上帝他相信摩西，所以摩西哥哥肯定也相信上帝，对不对？于是摩西哥哥很虔诚的把那个权杖接了下来，把往水里一放，就是奇迹就发生了，水就突然变红了。然后这个时候就埃及国王就好像在血水里面洗澡一样他很害怕，说这水怎么突然变红了怀疑是不是自己流血了。然后周围的那些国王的侍卫都在那儿很惊慌，就说国王你快上来吧，这水没法再洗了。国王很惊慌，那么在另一面，犹太人他们看了之后就很惊讶，首先很惊讶，然后就开始想，为什么水会变红？后面就问摩西，然后摩西说，只要你们相信上帝，你们也可以做到这样的奇迹。于是这些犹太人就选择开始有点相信摩西了。那么，摩西再回到了犹太人的那些。就是他们那些群落里面之后摩西就对大家说上帝呢，他们其实没有放弃你们，就开始说教，告诉那些犹太人说，其实上帝呢一直是在保佑他们的，上帝一直是想要从他们把他们从水深火热之中解救出来。那么那些犹太人也是半信半疑，结果这个时候摩西对大家说，我刚刚又接到了上帝的神谕，上帝这次说什么？他说，我这次要给埃及人，也就是埃及国王降临灾难。为什么？因为埃及国王呢，他首先奴役犹太人，
奴役了之后呢，还不放他们走啊，上帝呢，就为了解救自己的子民啊，就对他说，就说我要给埃及人降临灾难，降临灾难，降临哪些呢？啊，很简单，就比如说瘟疫，比如说蝗虫这些灾害，还有比如说这些雷雨，这些常人认为是所谓上天发怒的这些灾害。然后犹太人就问说，上帝降临这些灾害有什么用吗？摩西就说，当然有用，说每降临一个灾害，我就去问一次国王，说你愿不愿意放我们犹太人走。结果这个灾害降临了七天，那个摩西也去了七天，那个埃及国王还是不答应，说我其实根本不相信你们有什么上帝，你们所谓的那些灾害只不过只是巧合罢了，并不能说明什么，我是不可能放你们走的，你们是我永远的奴隶，不可能放你们走。摩西回到了群众之中，对大家说，看来上帝的这些灾害好像治不了这些埃及人，怎么办呢？上帝这一次准备了最大的灾害，就是说所有人，包括我们犹太人长子都会因为一场瘟疫而死。然后这个时候犹太人很惊慌，说哎，这怎么办，我们是上帝的子民啊，为什么上帝要连我们一起惩罚呢？这一起惩罚好像就感觉就是不太公平的，你说你惩罚那些犹太人就算了。于是摩西就对大家说，放心，上帝肯定是不会惩罚自己的子民的，他要惩罚肯定惩罚那些做错了事，比如说那个埃及国王，就对大家说，你们到时候跟上帝有一个约定，你们完成这个约定，那上帝自然就会怎么说，就不会惩罚你们，不会降灾祸于你们。他说什么约定呢？这个约定啊，就是把羊血涂在自己的门上。那么这个羊血很重要，为什么？因为大家知道圣经分为新约全书跟旧约全书，或者新约圣书、旧约圣书。这个旧约跟新约的这个约啊，其实就是这个羊血。这个羊血其实就代表着上帝跟信仰上帝的人之间的一个约定。那么犹太人就照做啊，那这个官就只能相信了。当天晚上啊，果然一场瘟疫席卷了整个国家，那个国王的一个小王子啊也因为这场瘟疫而死。国王小儿子一死啊，很伤心。然后这个时候正好摩西趁热打铁说，你看，因为你自己降临了这么大的灾难，不仅全国遭受了这么大的灾难，你自己也丧失了最亲爱的小儿子。这个时候国王就是有点又伤心又愤怒啊，一气之下就对他们说，你们滚吧，再也不想见到你们，很生气。于是犹太人很开心的就从埃及出发，准备穿越红海到达他们原来的地方，是的，就是耶路撒冷的，就现在的中东的。然后过了一会儿啊，这个埃及国王忽然好像是反应过来了似的，就突然说，好像这么放他们走有点太便宜他们了吧，不行，我一定要为小儿子报仇，对不对，报仇雪恨。于是他就挥师啊，率领埃及的大军，攻向那些犹太人。那些犹太人都是逃命的，手无寸铁，那犹太人在这边在前面跑着呢，他们准备逃跑吗？他们已经在逃跑了吗？跑着，突然听到后面，好像有军马的声音，很慌张，说怎么办？那这摩西说，那还有怎么办？接着逃呗。但是逃着逃着，突然发现好像逃不下去了，为什么？
因为前面有一个叫红海的地方，这个红海是割断了埃及跟中东的一段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在当时啊，就是你没法穿越红海啊，就没法穿从埃及到耶路撒冷去。于是摩西就对他说，大家只要相信上帝一定能得救。但那些人就不相信啊，为什么？你看那些大军就要过来，你知道这个关头，知道我怎么相信上帝？然后于是摩西说，我肯定相信上帝。于是就把权杖一下放进了海里。这个时候奇迹又发生了，什么奇迹？就是说海突然被劈成两半，就是左边一半右边一半，中间就变成了一条道路。于是摩西对大家说，这就是相信上帝的威力。于是犹太人很高兴的就过去了，从埃及跑到了耶路撒冷那儿，就是中东那里。然后等所有犹太人过去之后啊，很多埃及人也追过来了啊。这个时候，这个摩西他很细心嘛，你看，哎，埃及人就追过来怎么办？再把权杖往那海里一放啊，这个时候那海又被就是恢复原状啊，那些埃及士兵也很自然的就被淹在了海里。这个故事差不多到这儿就结束了，这就是很精彩的一段出埃及记的故事。那么这个故事其实大家应该会有几个疑问，第一个疑问肯定就是说，这个埃及国王啊，为什么不杀了这个摩西？这个大家可以回去思考一下，就是说如果放在中国的神话里面或者中国的故事里面，埃及国王肯定会杀了摩西，说这个摩西给我们国家带来那么多灾难，为什么不杀呢？是不是这个故事有一点点怎么说呢，有一点缺陷？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大家想一想，就是说其实这个上帝啊，在大家眼里的上帝啊，不是应该是全民都是我的子民这种感觉吗？他人人都会博爱，但是为什么在这个故事里面就变成了好像说上帝只是犹太人的上帝，他只会帮助犹太人去消灭那些犹太人敌人呢？这是不是有悖于我们眼中的那些所谓上帝应该就是不管你做错了多少坏事都应该解救你，都应该帮你赎罪这种感觉，是不是有点矛盾？大家可以思考一下。那么像这个问题的话，像我的话给大家一个提示，就是说因为我们今天讲了早期宗教，而这个故事是一个很明显的是一个在早期人类早期生活中所产生的一个故事。那么想一想人类早期生活中这些一些生活习惯跟一些怎么说呢，因为人类早期还没有那些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在那个时候人类可能连猛兽都会怕的那段时期我们应该怎样，就是说人类应该怎样获得这些慰藉。好，行，那我今天平衡讲坛就到这里就结束了，谢谢大家收看。